在一起，交过三个男朋友，每一个都全心全意爱他。是我现在不想再爱了。你讲这些是要让我死心？太死心了。你不想爱了没有关系啊，你让我爱你就好。我会用我所有一切证明，我爱你。
说吧，有什么事？外公要我推给你的，他说他不需要。外公还是好样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两个，坚持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。谁说的？早就放弃了，这是我们家伯祥送的。宝贝回来哦。怎么了？不开心什么？哦，又被退回来了。我们不是约定好不要再送你了吗？可是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更好。今年至少没有踏进家门。但是我们立刻被赶出来。有做才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是对我好。只要我行。大忙人，那你今天怎么也会来这？我是在想要怎么跟你们两个道歉。什么意思？说到健康食品啊，外公不是要我推给你们，我以为就只是这样，但他还是啊。舅舅，你可以回家了。你说，志刚可以回家了吗？外公允许，你也可以一起。我也可以耶。喂，不要哭，这不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明天我们就请假。在这里，我郑重宣布，孙伯祥先生、卢志刚先生正式结为合法的夫妇。